随便拿一个链球给我怼下去，我讲不到话了，我这边已经硬了，懂吗？很咋快啊！巡路的这一个地方给我们一人一张巡路驾驶的 license。我这个这头戴的东西像什么 ？Smart。看好，哎呦，我戴错了。哇 ！Oh my god！芬兰了，然后现在呢带妹妹还有黑哥来这里乱乱拍一轮先，因为晚上没有这样多人哦，所以我们可以拍照咯。你知道啦，我们这些爱打卡的人打了卡才觉得那个钱花了有 memory 嘛。在我后面呢，我不知道叫什么，我叫她海女，因为她在海的旁边，就叫她海女啦。那两年多前呢，姐姐黑哥来这里呢，那时候就刚刚还没有 COVID， 她的名字叫武汉病毒的时候，我们到了这里一天，然后就说要封锁这个国家咯，然后讲要封锁我们就怕死咯，所以我们就 cancel 到完所有东西。所以两年多过后的今天，我们又再回来了。这次我们有谁来？这次我们有谁来？这次我们有美女老板娘，还有我们的大哥，我们还有 Sarah Alex。他们一到就四个轮子，剩三，不是三个轮子坏啊，坏到完剩一个轮子，所以去买了一个2000多块的 gift。现在零下两度不了哦，你这么随便拿一个链球给我怼下去，我讲不到话了，我这边已经硬了，懂吗？先你冷，我给你一个东西，你不冷了，你就不冷了，因为有火。和你讲一个技巧，如果你看到阿杰的照片，每天是没有人在后面的，是因为我要么三更半夜跑来，要么三就八出跑来拍照，所以就好像现在这样啦，没有人在后面，我可以认拍，不用照，这样辛苦。好了，我打包麦麦兜兜回来吃，然后就吃完了，现在准备睡觉。明天呢，又是新的一天。明天我们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明天我们要去伊瓦洛，比较上面的，不能比较上面的。追光。所以今天要早睡，明天要早起。晚安。Good night。起来了，吃早餐，肚子好饿呀。全部人。肚子好饿呀。全部人还没有醒哦。肚子好饿。今天早餐吃什么？知道哦，他们的好吃的早餐。如果我们在马来西亚，其实都没有 buffet 的，都是你要什么拿来桌子的。嗯、这里的话，我们就还不清楚，等下我们去看啦。哇，丰富了，吃好吃的早餐就是这样丰富了，因为你给。给了那个包含在那个钱里面了，你不吃就白不吃了。我们现在伊瓦洛，现在是减14度。因为坐车很浪费时间，直接飞吧。别拍我，我睡着下去。你要睡着下去啊？你确定啊？睡着下去。哟，大过我了！哟吼！大过了，大过了，大过了。我开玩笑，有点。哥来送酒，送酒。我的已经是个 flag。哈哈。冷冷的天气。你要吃冰淇淋了吗？是多么的爽！先，你喝的是什么？我喝的是这里的当地，它跟 blueberry 不一样，因为它其实是叫 blueberry， 它是野生草莓。来到冰岛，一定要买这个哦。我
们到酒店了 ，Holiday Inn。这个酒店好像很大间的哦，老婆，里面有什么东西的？这个里面呢，它除了有那些sauna、spa 这样的东西，它有一个水上乐园。我有带很多件比基尼来啦，我觉得我是没有这样的勇气啦。那个梁静茹她进来不得空屌我，所以她没有给我勇气。我这个这头戴的东西像什么 ？Spa。看好，哎呦，我戴错了。有小雪人呢，我给你看，不用自己堆的。我妹妹一直要堆到小雪人，我讲神经病。这个是欧罗白的，这个欧罗吃太多东西过后，过年过后欧罗肥了。大家好，我们到了我们房间啦。哇，这个房间好爽哦，可以直接看去外面的。可以开窗直接跳出去吗？不可以，因为会冷到死。我们是要去 shopping， 因为我们有几个团友们他们没有雪裤，然后要去追光，怕他们冷。这里天很快暗，现在是几点啊？现在是5点。五点多天就这样暗了。鞋子哦，我们本来只是来买雪裤的啦，然后就下起大雪，然后我们就在这个 supermarket 前面来赖死不走，因为每个人在这里拍这个雪。淋水淋雨，然后妹妹的酒，妹妹的酒就直接，我是打算带冰沙，我是打算，因为等下马来西亚多几个小时就情人节了，他们一个包着，我就情人节快乐。里面带 edition 的，看到我拿的里面带 edition 的吗？喝酒啦！好险好险！这是什么老公啊？我想问。我们吃什么？鹿肉的 burger。看一下。嗨，妹妹吃什么？吃牛排。中了牛排，红色的。beetroot 牛排，上面这个是 beetroot。今天是情人节，没有什么准备，刚好该有喝酒。酒瓶有这个，老婆，情人节快乐！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哎，愿意。Good morning。我们又要去哪里啦？我们今天要去玩，给谁都拖到我们啦，然后我们要去玩摩哈摩拉之神的坐车。拍照。法拉利。我们现在到了驯鹿园，所以等下我们可以喂那些驯鹿，就是 Santa Claus 骑的他的 Ferrari 啊，然后他会拖我们啊，这样玩几圈的，然后我们之后就吃他的那个驯鹿汤。所以我们现在去听 Vivian， 然后我们就去喂驯鹿 ，Yes。刚才我们的鹿在那边赛跑，妈还笑死我，那我笑到他跑去我们团员隔壁，然后他做了这个动作，然后他们讲很臭，那我笑我们这些神经病。可是刚才我们那次，他好像会知道我们要做摸，哎，我们要拍照，他会停下来。哎呦，厉害！耶，所以现在我们喂小鹿 ，Let's go。哇。不可以很大声，所以小小声讲话。喝了，我们现在去这个啊，别地里面喝那个鹿汤，带你去看有火锅，火锅有火锅。
个不像 ABC 汤嘞，你看，哇、哦，不过它是鹿肉的 ABC 汤，耶，快动啦！刚刚吃完鲟鹿，现在就吃它。Oh no！ 可是天气冷冷，喝这个汤也是一点。它也比其他要咸咸。我们刚才呢，全部呢骑那个驯鹿呢，骑到过关，所以现在呢，驯鹿的这一个地方给我们一人一张驯鹿驾驶的 license。Did you pass the test as well? Yeah. Did you? Okay, then. Thank you. I graduated. You? Oh my God. You were the best. Oh. Yeah. Yeah. 我家里有三张。后边哪里上？这边上吗？啊！五、一、啊！我扑街！这看到什么？啊！然后坐上去啊！这个不是塞子玩的东西吗？Oh no！ 什么事情？发生什么事？哈哈哈哈哈！我走了。圣诞老人村，你看到我这卡了户，你就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了和圣诞老人拍照。那这里的圣诞老人呢是有牌的，然后以前呢有两只，现在有一只不了，所以等下我们要快去排队啊。说没有圣诞老人那边屌我的时候，我没有他拍到照，我就很帅了。你看到我背后的这个 Arctic Circle 吗？这个就代表你跨了这个北极线。你看到这一条线吗？那个红色的，这里你这样走过去就是跨过那个北极线。我跨过北极线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呢是有那个一个文凭的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北极线。先跨过吗？我们现在去和圣诞老人拍照。我们拿了我们的照片啊，这样的东西他妈的，如果你要买整set要整千块马币啊，真的，你买一张的话呢就是35 euro， 也是贵死了。这里也有 Santa Claus 的老婆啦，然后还有他的 reindeer 了吧，他这个 reindeer 哦是一点点不了的，他没有走这样大，我们刚才差不多走半个 km 啊，这里没有了，这里走一下不了，所以我们就在刚才那边玩了，我们没在这里玩。所以我们现在去哪里？我们现在去 post office， 很冷啊。我们现在呢在这个 post office， Santa Claus 的 main post office。那这里呢是给你寄信的地方，写信。那这首先写信之前呢，你可以在我背后这些选 postcard， OK？ 然后你选了这些 postcard 呢，你就在那个桌子填写你要寄给谁的东西咯。你写了过后呢，你就可以在这里包美美的，你就直接在这里这样寄信，然后他就会在北极这里呢有北极的 stamp 寄给你的，是不是很厉害？现在到达了罗瓦尼亚米，那这个 hotel 呢叫瓦库纳罗瓦尼亚米，它有 sauna 以外呢，它还有自己的主题房间。那我们 upgrade 成这个 Christmas 的主题房间，因为这里很出名圣诞节的，还有给你这个小帽子啦，圣诞老人的帽子，然后还有很准备这个小 chocolate， 好贴心哦。然后我还有自己的圣诞树，然后还有摇摇椅，还有毛毯给你看那个北极光。那你们来看妹妹的房间，它的主题呢就叫 Arctic Circle， 是不是很美耶？哇，妹妹的还有这个雪地看的嘞。然后你看这里，它还会有那个北极光的颜色，看好靓哦。它的冰厨还给你很多东西。我们到了 Rovaniemi 的 town， 然后这里是 Lodi Square， 就是 Lodi 广场。晚餐时间。晚餐时间好，都准备哦。
不要吃西餐了，我们不要吃西餐了。我们吃华人餐，我们去一间叫祥龙的吃华人餐，很想念我们的华人餐，我要吃饭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蒸那个，不是叫温泉的，叫什么？蒸那个户外的那个 hot tub， 其实是很冷的，但是不用紧 ，fuck that， 我们还是要去蒸那些马赛什么的，要打卡一下，打卡一下。太冷了，我们外面全部都是雪地，然后我们现在进来扫那些 ，Oh my god， 啊，太冷了，啊，好冷啊。我们现在在零下22度这里，我们要在这里蒸温泉。耶！好冷啊！做完 hot dog 还有收纳，现在要做 barbecue 那个 sausage， 在男的全部拉那条都挤出来。来，我们的宵夜。靠眼睛，够力了。